今天来到了龙虎塔，哦，龙虎塔钓虾吗？钓虾不是的，钓虾在那里。哪边？那里。虾皇。哦，远方的虾皇。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来到哪里呀、啊？我们来到了高雄的虾皇钓虾休闲广场。哦，虾皇。对啊，我们刚刚有先问过店员的，店员说这边可以先量水深再开单哦。看一下，刚好我们运气没有，现在还没有钓客。哈哈，一池。它是综合池吗？哦不，它是。它是一个大池，分成两个池，一个公虾池，然后一个综合池。哇，这里面什么都有哎、欸！还有卖掉下的东西。我们先继续钓吧 ，Go！ 好，你单啦、啊。对啊，几个小时？两个小时综合池。哦，来喽。是啊，然后上来就双钩吗？哦，大只的。哦。大只哎。哦哦就，哇又大只哎！大只，大只啊！老板，大到都看看。好啦，我们钓完啦，在后面。刚刚看到有新手就钓一点点。好，下次少少的，分他吃一下。可是所以网子在后面。好，我们来去看吧。好。阿德，你自己坐着哦，不要乱皮哦。来吧，梳子一只吧你。我们今天只要用一个笼。对啊，今天只用一个笼。然后我钓14只，啊，自己算好了。哎呀，乱的，23只，哇，那排钓很多只呢哦。好了，处理虾子啦。爬了爬，你看，超精致盐巴。我帮你包好。烤虾虾。哎，这就是他们的小厨房。小灶咖。小灶咖，这还有冰哦。然后走，我们去后面看一下。你以为打开这边，哇，雾雾的，这是什么呢？它，居然，四个。厕所，它的厕所是独立的哦，独立一栋而已，一小间，很可爱哦。原来它厕所的话不要找不到哦。好，烤完了，看漂亮的虾子，漂亮的虾子，那我们来吃虾子吧。走，不是你在吃的。我要吃虾子，今天都有钓到大只的虾，虾虾拉力超够。哦，综合池有那么大只的？对呀，超舒服。钓得开心吗？我今天钓得很开心，真的。我觉得这间
虾皇钓虾场的那个环境非常干净，连虾体都很大，在拉的时候那个拉力很够，我觉得超赞的，我很喜欢。建议大家来的时候可以用六尺的线，因为老爬的线组里面最长五尺，不是那个五尺，是五尺的线。烤虾子的部分，那个区块也非常干净。钓虾场一般正常都会有一个，因为虾子会有腥味嘛，会有一个臭车皮。可是他们之间没有，出去还可以看到龙虎塔。如果你白天来钓的话，看得过去看到龙虎塔，我觉得那个风景非常好，所以我觉得地点也挑得很棒，心旷神怡。如果真的突然钓不到虾子的时候，看一下龙虎塔，再回来找虾子。然后虾子钓。脸书的粉丝专页会有一些不定时的活动，可能老板会送3C产品啊，或者是如果你有钓到虾子，可能会送虾子之类等等的，大家都可以上他们脸书专业上去看，店员非常亲切。有需要他们帮忙的话，都可以去跟他们询问，他们都会很乐意的为你解答。我们还遇到了粉丝，超开心的。然后还有认出昂A，红茶被认出来。对啊，然后刚有跟粉丝稍微小聊天一下，他说影片都有帮我们按喜欢，老哈觉得很开心。安安还有安安爸，谢谢你喜欢我们。新来的朋友看到我们的影片，也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分享我们的影片，就这样。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影片。对，然后如果真的有在钓虾场真的有看到我们的话，也可以跟我们打招呼，让我知道就是有你们来支持老爬。对，来支持老爬，对，老爬就很开心了。谢谢大家。那一样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哦，拜拜。